徐老师好，赵老师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记得上次咱俩见面还是在总部参加讲师培训的时候，对的。您当时认真勤勉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再次见到您，看到您的整个状态，包括您的肤色都是越来越好。是吗？赵老师，我发现您也越来越年轻了，看来爱多美都让我们越变越漂亮了，是不？对。疫情当下见个面真不容易，这2年出行十分不便，但是这次来总部参与拍摄，我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旅途，因为我迫切地想要把爱多美分享给更多的人。对，疫情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像我们平常出门，不管去哪都需要扫码，其实真的挺不方便的。是的。因为疫情呢，现在大家购物呢都很少去超市了，几乎呢都在网上完成的。以前超市那种很多人的现象，现在也很少见到了。我们那里超市也变得很冷清了。对，徐老师，我还发现哦，现在因为疫情，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呢。像我老公呢，之前呢对健康食品一点都不在意，我给他买回来他都不吃。现在因为我做了爱多美，他也越来越喜欢爱多美的产品，每天呢都在喝爱多美的益生菌。是吗？看来爱多美还改变了您老公呀，您得谢谢他。对。其实呢，我爸爸也是一样，以前我给他买很多的健康食品，他都不吃，他觉得可有可无。可是自从吃了爱多美的益生菌之后，改善了他的肠道健康，他就非常的喜欢。每次吃完一盒，他就要主动给我打电话说：“闺女，我的益生菌又吃完了。”啊，我就知道要给老爸补货了。现在我们全家呀，从老到小，从早到晚，都要用到很多款爱多美产品。对，你看徐老师，因为疫情，我们可以不去旅游，不买新衣服，但是你每天总得洗头、洗脸、刷牙吧。那么爱多美里边的生活用品呢，我几乎每一天都要用到。爱多美它就是一个生活超市，它里边的产品品质又好，价格又超值，真正给我们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购物平台。你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用它呢？没有理由拒绝它，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爱多美产品特别好推广，因为人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物美价廉的好产品。对，赵老师，我知道您是非常喜欢爱多美产品的，几乎是一有新品上市，你就要去买来使用，对吗？啊，对，那我有点好奇，赵老师，您是从哪一款产品去接触爱多美的？为什么后来就一直对它情有独钟了呢？我最早接触的是爱多美的，哦，是焕丽饮。哦，焕丽饮，我也在吃的。对，因为我以前呢在保险公司上班，收入嘛还可以，每个月呢几乎有5位数以上的收入。但是呢，当时的工作压力也是蛮大的，导致我的身体状况呢一直不好。记得好像在2019年9月的一天，我的一个保险顾客他给我介绍了爱多美的焕丽饮。真的是出于对他的一个信任，我就带回去体验。我也没想到它效果真的有这么好。我每一天呢坚持服用，加上我生活规律的一个调整，我发现我的精神状况一天比一天好。看了爱多美的确让您受益匪浅呀。对。其实我呢也是爱多美产品的受益者。回想起我跟爱多美的缘分，还得从一个男士三件套说起呢。啊？男士三件套，那怎么会是男士的产品呢？是呀，我的确就是从这款男士三件套跟爱多美结缘的。记得那大概是2019年的冬天，我的护肤品用完了，没有及时补货。刚好我先生有位在国外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送给他3瓶东西。我看着颜值清新，心里就想，要不将就着用几天吧。结果这一用不打紧，效果却让我刮目相看。记得我只用了一周左右，就发现自己原来非常容易干燥的起皮的鼻翼、下巴等地方都变得光滑滋润了。这个问题可在冬天困扰了我许多年都没有解决，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被爱多美产品给终结了。您说我能不爱上它吗？哦，原来是这样。那徐老师，我们都是爱多美产品的爱用者。
爱多美产品在中国越来越多，截止目前为止，徐老师，您最喜欢哪一款产品呢？最喜欢，赵老师，您这个问题可难倒我了，因为我喜欢的爱多美产品太多太多了，从牙膏、牙刷开始，到艾诗洛特、真颜护肤品等等，我每用完一款就爱上一款，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觉得每一款产品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以往使用其他任何品牌都没有过这种感觉。真的，我就说说我最近最有体会的产品吧。我最近呢，在使用公司不久前上市的集中护理安瓶，配合着原来的艾诗洛特来使用，效果真的是非常棒。我身边的朋友们碰到我都说我皮肤变年轻了，然后细纹也减少了很多，好像回到了5年甚至10年前的状态。爱多美产品真的是让我惊喜不断。对，你看，说到爱多美的产品，每个人脸上都是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就如数家珍一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对，我觉得这就是爱多美大众精品的魅力。徐老师，你看，我们都是爱多美产品的受益者，爱多美的产品呢，我们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它不仅让我们受益，而且呢还帮助到了身边很多的朋友。是啊，我们现在服务中心每周都会举行线下聚会，大家只要一谈起使用爱多美产品的感受，就争先恐后，滔滔不绝。我身边的伙伴呢也是如此。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伙伴，他呢长期的肠胃不好，一直调理不好，后来呢我给他介绍了爱多美的益生菌，他每一天坚持服用，加上饮食习惯的改变，现在呢他的肠胃问题得到了改善，每一次见到我呢他都激动不已的感谢我。嗯，真是太棒了。我呢还有一个伙伴，他在单位上班，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去应酬喝酒，有时候酒喝多了就特别的难受。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我也很想通过爱多美的产品去帮助到他，后来呢我就让他开始尝试体验了爱多美的红景天奶基草片，他呢每一天服用2粒，现在呢他每一次喝酒前呢喝上2粒。嗯，喝酒的确伤身体，真的为您这位朋友感到高兴，看来爱多美真正的帮助到了他。是的，徐老师，你看我们在经营爱多美事业的同时，还帮助到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其实经营这份事业呢很有成就感。嗯，那爱多美的产品这么好，我很想知道徐老师您是如何利用产品开拓市场的。说到开拓市场，其实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呀，赵老师，我发现真的是爱多美产品本身就是我们的最佳武器。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我曾经呢也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所以我过去买东西总选贵的品牌呢，也总是在不停地更换。嗯，试了市面上零零总总的牌子，总是找不到自己可以长期放心使用的那一款，直到遇到爱多美。真的是爱多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了解了爱多美，我才知道原来有品质如此优良、价格如此亲民的好产品。爱多美真的颠覆了我以往固化的想法。自从我自己喜欢上爱多美产品之后，在生活中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跟朋友们去分享。我发现只要使用过爱多美产品，他们都十分乐意跟我分享他们的使用感受啊，我跟我的关系呢也好像越来越亲近。我们都知道来自市场的声音是最真实的，对吗？对，现在身边的这种案例越来越多，也使我更加有信心去分享爱多美了。所以我觉得经营爱多美真的没有别的诀窍，只有分享、分享、再分享。对，真的是这样的。我在经营爱多美中呢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爱多美产品它会说话，消费者呢其实他最有发言权的，只要他体验了产品，就会对我们大众精品这4个字有深刻的一个体会。嗯，是的是的。我身边呢有一个伙伴，他之前呢长期被口腔的问题所困扰，
后来坚持使用了我们爱多美的牙刷牙膏，不仅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他的口腔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目前呢，他是一名坚定的爱多美的事业者，每一天奔走在分享产品的路上。那董事长说呢，在爱多美里边最好的营销就是产品的品质。我们在经营爱多美事业中呢，我觉得爱多美的产品就是我们开拓市场的最佳武器。不错，赵老师，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我发现自从我把家里的东西换成爱多美的之后呀，不仅自己皮肤变好了，家人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比过去省了不少钱，所以我就忍不住分享分享分享，然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名经营者。我们的很多的事业者呢，都是从爱用者转化过来的。嗯，我原来呢是做企业管理顾问工作的啊。我们以往服务的企业定位通常呢有两种，一种是定位高端，一种是定位中低端。而所谓的高端呢，通常价格也定得很高，而中低端呢，往往品质又得不到保证。而爱多美不一样，它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大众精品战略，小到一支牙刷，大到大型家电，都始终如一地坚守优品良价的承诺。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确实是这样，爱多美呢，只要你认真了解体验产品，我们就会发现爱多美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生活超市。我们致力于让身边所有的人以超值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们服务中心每周都会邀请新朋友来体验产品，我发现只要他们体验完了，几乎都没有不喜欢的，都愿意下单使用。只要帮他注册一下，以后他就可以自己上官网去购买，不需要我们囤货发货，更不需要我们绞尽脑汁去搞促销，对吗？对，每个会员都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产品，我觉得非常的轻松愉快。这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做过的最轻松的生意了。爱多美就是这样的轻松快乐。说到爱多美呢，真的有说不完的一个感动。赵老师，您提到感动，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在经营爱多美的初期呢，有一件事给我特别大的触动和鼓舞。我呢有一位少年时代很要好的朋友，我曾经也向他推荐过其他品牌的产品，结果呢不了了之。后来随着生活的奔忙，大家联系越来越少，我的心中是有点难过的，非常遗憾。可是就是去年，因为我在电话里不经意间向他介绍了一下爱多美，他出于信任呢开始试用产品，结果现在是越用越喜欢。我感觉爱多美就像一根线一样，把我们两个好朋友重新链接在了一起，让我们的心也越来越靠近。我真的非常享受这种被朋友信任的暖暖的感觉。哦，太好了。那通过爱多美这份事业，通过产品，让我们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在我们经营事业的同时，还收获了一群可以共同奋斗的伙伴。我相信呢，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认可爱多美的产品。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到当地的服务中心或者您身边的经销商那里去体验我们的产品，亲自感受我们大众精品的魅力。的确是这样，必须亲身体验才能知道什么是优品良价。时间过得真快，一聊起爱多美，仿佛就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但是又到了我们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也祝愿屏幕前的伙伴们能够通过爱多美产品让自己和家人变得更加健康美丽。那么赵老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朋友们下次再见。